那么谈起呢，这个2024年哦，哇，最强的这一个最旺最旺最旺的财星飞到了我们的西南方，因为他在今年会帮你大力贵人，大旺你的财运。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，就是需要三盏灯，它可以是一个桌灯，然后三个灯泡就可以了，然后再加一杯水就可以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九运是一个快速致富的一个风水，那三盏灯其实就是快速，水为财嘛，水就是致富，所以如果你想要快速致富，西南方你必不可错过。如果你是有做 part time， 可能有些投资，那你一定是不可以错过的，就是我们的东北方，可以催旺你的事业、副业，还有你的财运，尤其是做 sales 的朋友。但是在东北方呢，大家记得不要去点那种香薰或太多红色的东西。然后催旺呢该怎么做，就是很简单，一个黄色花瓶。这个黄色花瓶呢 please 不要 blast it， OK， 买一个高贵的黄色花瓶，它不只会帮你带来贵客，就是非常高位的客人，所以你一千呢就是大大胆的生意，同时也不会给你多麻烦。化解破财呢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，为什么？我们都希望一切的钱财进来是顺顺利利的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我们一定要记得，今年呢最凶的凶星就是在西方。我们要怎么化解也非常简单，其实我们只要用这一个送钵，对吧？然后每一天敲6下就可以完成了。